有慧根啊，有慧根就不打招架。连击是甲位啊，咱们就冲着甲位打。第一本书上幸运，连击在，净坛就在，不用怕啊。不测魔诀反正是没啥用，下本书上壁垒。好，干掉了最恶心的技能连击以后啊，开始解决后面的技能。后面的技能用高臂啊，用高臂冲一下。慧根肯定没有明思考，这区高臂应该是3500多啊，3800贵。来吧，一推掉到底，掉高级慧根，掉无色魔诀，老王必成。蓝书快没了，兄弟们啊，夜战在这儿，高防在这儿，偷袭在这儿。啊，再打个偷袭啊！啊，偷袭掉水攻，没掉水攻啊！夜战幸运偷袭水攻啊！镜台还在啊！啊，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啊，相当于六红，慧根的话相当于七红啊。水攻肯定不认证，不打的时候再认证。现在夜战和高防一定缺一个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先把高防上了，高防550万。兄弟们，我决定先打这只宝宝的打出套路呢，是尽量越晚越合啊，越晚掉镜台越好，最好是不掉啊。蓝书掉的很顺利，垃圾技能全掉完了，往后来，后面没动啊，壁垒没动，来吧，掉水攻。必杀，幸运掉了，镜台下来不？台子下来，掉慧根，台子下来掉慧根，掉无色啊，台子没下啊，掉前排，必杀幸运，我操，没有水攻啊 ，OK。